今天正副院长到宝长坑预定站去视察，我们因为在议会没办法去参与，所以请了邱佩玲副市长来代表。那其实这一路以来，从我们基隆捷运那时候因为财务负担跟中央有了不同意见开始，郑文灿副院长都一直很积极的在协助我们，那后续也提供我们用基金的方式可以减轻市府的负担。那当然这个最后的金额多少，最后的负担是多少啊，仍有待做最后的确认。不过可以很明显的透过郑文灿副院长感受到行政院给我们的善意，那我们也乐于接受大家共同一起携手跟新北市、台北市啊，在行政院的指导下，把基隆捷运以及我们要做联合开发的五个场站都把它做好，带来给基隆更多的就业跟地方的发展。